你抱怨生活的模样，对不起自己的倔强，你还问我什么是最好的幸福啊。别只花火柴找幻想，你又不是卖火柴的姑娘，更珍贵是心中的光，温暖了人间也是远方。你说曾被朋友欺骗，真真假假怕有意受伤，不知为何他与你莫名的背离疏远。亲爱的啊，感情这事儿，固如堡垒也琢磨不定，没有完人，别等到失去了才懂珍惜。嘿，我是小河啊，算你信得过的朋友吗？分享些不错的风景，也陪你细数小伤疤。生活的考题啊，只要你用心书写，答案都无可厚非。哪怕转几个弯，青春和你总会讲和的。我未必全对啊，不过参考，别太认真。通过回答你的疑问，面对了我自己的人生。我未必误会啊，那些生活自教的大道理也落了灰。你如果再问一遍，也许就换别的答案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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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献给所有这十九年来在中学百科相信我给我提问，跟我一起分享这些疑问，面对自己人生的同学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